我是刚买列车长的112年1月7号，中山站穿的，6点55分是8月22、23次了。路上发车将上线往加一的，用8006、80微笑圈的。开几车门？6点55分，出发的是2234号，瑞芳八浙江三线啊，加一的8006、80尾小春的，在双南停靠了，大家准备关闭车门驶离。关闭车门。关闭车门。8010，我小军呢？在双安那时有老板。没有，已经走了吗？他说你要上班的，下午走了吗？对啊，我要走。好，拜拜，再见，下次再见。